姐姐，我们一起。这书里不会藏了手机吧？炸！戴德，爱的真特，还得买赛风，痛买摩瑞兹沃斯。哇，杨哥会说句子呀！你能自觉学习了，老爸就放心出去办事。班登，杨哥，听我指令。今天杨哥就带你们重走秦国统一路，再创辉煌。游戏基地，走起！杨树，监控被挡掉了，怎么办？放心吧，客厅里也有监控，而且小区的东门也有我们的人布控。他想重走秦国统一路，就是自寻死路。杨哥，这监控怎么办？杨哥，到处都是监控，我们该怎么出去？等两分钟。杨哥，你用的手脚。杨哥好大的胆子，敢直接切断电源。小区电维修，太巧了。巧吗？这我们经历好几次了。我们走小区南门。杨叔果然料事如神，没了监控，杨哥打算去秘密基地了。跟上他们。杨哥，不用急的，后面有人跟踪我们。杨哥，我们直接去秘密基地是不是？不冒险、我跟你说过好多遍，我跟我爸不在一个维度，我是降维打击，他永远都赢不了。杨哥怎么了？系鞋带，差一分钟。杨叔，杨哥好像在系鞋带，静观其变。靠背了，走路不长眼哦！你以为一句道歉就没用了吗？你知道我这件衣服多贵吗？19.9哎，19就什么概念，你知道吗？那要让我慢慢的靠近你。别打！伸出双手，你还杨哥，我好像看见杨叔身上最好的野风格要出来了，幸好撞到人了。没事，已经摆脱了。我炸！你最快要速度跑起来，在第一分钟内到达前面的路口，在第一个红绿灯过马路。杨叔，跟丢了。没事，在前边的路口我也安排了人手，二号位接替跟踪。收到，杨叔。吧，杨叔，跟踪失败。杨叔，跟踪失败了，这个废物。红灯停，绿灯行，此世间铁律，非战之罪。这书是咱们安全的信号，看来基地是安全的。我出马，秦始皇都拦不住。杨哥牛啊！杨叔，现在怎么办？难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杨哥带领着复仇者在忘川风化路里统一六国，叱咤风云吗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我们反复小队从此颜面扫地，威严不存了。跟踪和反跟踪只不过是迷惑杨洋的手段而已，他真正的结局早已经注定。杨哥，咱们在复仇者内部是不是没有内奸？杨哥，我当然知道你要说什么，类似的话你也问过很多次了啊。那威武二十，告诉你答案，钱就在你的袜子。炸！然后我就睡过去，醒来后却发现拥有了跨越时间纬度的能力，能令时间回溯，所以在你不知道的时空里，我们已失败很多次。第一次我们失败是因为布置的客厅、卧室藏着一个摄像头。
果然偷藏手机，我刚走不久你就原形毕露。爸，你听我讲。放别啊。所以你之前拿出手机时，我第一时间挡住了摄像头的画面。杨树，监控被挡掉了。听我指令，今天杨哥就带你们重走新博斗地路，再创辉煌。第二次释放是因为东门的布控最为秘密。监控下，我爸事先知道我们的动向，那一次我们没能摆脱追踪，所以这一次我等到断电之后才行动，并且选了南门。我走向是南门。第三次失败是因为我们在拐角处撞到了一个奇葩。靠背啊，怎么不长眼啊？一句道歉就没事吗？你知道这件衣服多贵吗？9.9块哎，9.9块什么概念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一次我故意假借系鞋带，先等我爸追上来，再预估好时间先行一步，将9.9块的福利留给了我爸。快点，靠背了。最后一次失败是完全没有料想的，我爸在那么远的路口还布置了伪装成骑手的人，所以当时我让你快速跑起来，在第一分钟内到达前面路口，在第一个红绿灯过马路。这一次我们终于万无一失的成功了。他能成功，在我字典里就没有失败两个字。杨叔牛啊。哦，你怎么知道这里啊？我早就在你这本书里动了手脚。我早就知道书是你的安全信号，你一定会带在身上。游戏基地，以你的性格多半不怎么会认真去翻看这本书，所以芯片放在书里看似很容易暴露，实则是最安全的。你听我解释，时间回溯。这一次，看你还怎么找到这儿。杨哥，我点的外卖，吓我一跳。怎么了，杨哥？难道杨树还有可能找回来吗？绝无可能。霸气吧，杨树，别动，去呗。宝气挣扎，咱们已不在一个维度，你赢也赢不了。杨柱，定位芯片，不可能，他怎么发现定位芯片？一定是哪出了问题，说的这么不明不白的，我不甘心。哈哈哈，英国统一就在此时。喂，陈姐，杨哥在你那吗？杨叔手砸伤了，骨折，飞医院了。说的这么不明不白的，我不甘心。你拥有了时间回溯之力，但不可善用，更不可轻易改变历史走向，否则可能会引起反噬。看来又得挨打了。时间回溯。杨哥，网传凤凰路新版上线了。果然偷藏手机，我刚走不久你就原形毕露。